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经常有学生分不清了和过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两点。第一，动词加了来表示事情已经做完了，比如他去了北京，意思是他现在在北京。动词加过来表示过去的经历，比如他去过北京，意思是他现在不在北京。那在表示否定的意思时，我们说没加动词，不再用了，比如他没去上海。但是没加动词加过是可以说的，比如他没去过上海。那了和过的用法还有很多，我们以后慢慢的学习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再见。